龙哥，今天去哪耍呀？找几个妹子吧。怎么着？绝对洋妹子啊、哦！昨天在南岳阳那地还不错啊。超过他，必须的，来加油！走路没长眼呢。小妹妹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叔叔您没事吧？那没事，你没事就行，快去上学去吧。谢谢叔叔。再见。龙哥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这是哪个不当眼的？哎，你他妈不要命了啊！走开！你们咋跟俺发上脾气了？你们咋开车呢嘛？拐个弯，速度还这么快。还闯到逆行道上来了，多危险啊！醒醒啊！还有人教训起我来了。你这么开车就不对，俺教训教训你还不行了？算了，下次注意吧。这幸好是遇到了俺。几个意思啊？我还很幸运是吧？你谁啊？变形金刚啊？哎，小子，你他妈是谁？老子现在不感兴趣了，但他妈想走，没门儿，你得赔我的车。你好好看看，你的车没啥事。不用看，赔钱。你咋不讲道理呢？明明是你先撞了俺，再说你的车也没有事儿。俺凭啥赔你钱啊？刚才骑上了我的宝马，这车就是我的小老婆。你他妈骑了我的小老婆，你不得赔点精神损失费啊？无理取闹！你还真是个生瓜蛋啊！龙哥都不认识啊？龙哥你都不认识？怎么在社会上混呢？少他妈废话！今天不给钱走不了。伙计，赶快赔钱！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我龙哥在县城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还他妈就没讲过理儿。俺是不会赔你一分钱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哎，你他妈的还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哪个那么横啊？原来是士兵啊！还给俺。我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呢？下士，下士是个啥？班长好。哎呦，班长，啊，班长啊！操，他妈军长来了！我都不怕，少他妈废话，赔钱，2000，少一个子，今天你都别想走。钱，俺是一分钱都不会赔给你。先把俺的视频证。放开！他妈还就不信了啊！你今天要是少了一个子儿，龙哥，我今天就把你这破玩意儿给碾碎了。请把你的脚拿开。赔钱！兄弟，我服了，松手，膀子要断了。兄弟，把俺的视频证，捡起来。好。给俺擦干净。好，擦。兄弟，不，接了镜头来，我知道错了。
放开吧。让俺来告诉你，八一军徽是神圣而庄严的，不容亵渎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你必须要尊重。知道。